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 Blue Star 荒野乱斗啦。那最近的话呢，这边声音算是复原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小卡弹的这个局面哦。好，那今天就来打开我们这边小队的这个超级猪猪啦，没有问题，一个位 ，Oh my god， 闪光币、金币，然后这边能量，然后有20个宝物之星哎 ，Oh my god， 超多。希望可以开到好东西啊，各位！杂猪时间14，稀有，稀有，稀有，史诗，稀有，史诗，啊，传奇 ，Legendary， 各位来看一下是什么？见真章 ！Oh my god， 这是。能力之心欸，是我们的薄荷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使用超级技能时消耗的能量减少 50%。Oh my god， 传奇能量之心啊，哦，呜呼，一堆稀有了，不会吧？超级有，欸，不会只有一个传奇吧，各位 ？Oh my god， 看起来是这样子欸，一堆稀有的，天啊，呵呵，哦，神话积分。哦，积分也还行啊。然后就是最后一颗了，闪光币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获得的是这个薄荷的这个能量之心哦，还算是行吧，各位。那你们看到什么呢？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泽明分享一下啦，各位。哦，刚好哎，我们抽到薄荷的能量之心，这边就出现了这个薄荷的这个造型哦，那是我们这个城堡造型，是不是？有点帅哎，看一下。这个薄荷的这个全新造型，这是薄荷吧？还是它是弹射？它应该是薄荷吧？看起来应该是。来看一下，对，这是喷饼干的薄荷这样子哦，可以耶。然后这边它会炸开，都有黑暗风格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还算是可以，好不好？这只的话还算行，而且旁边还有那个就是很像那个就是那个黑色战士的那只角色，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这是布尔的这个最新造型，而且超便宜耶，细打高空鸟哎，你看哦79块啊，哦还行，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全新造型，这个就比较贵一点点，这个好像是纳尼对不对？这应该是纳尼耶，纳尼的这个造型，我记得他的大招很帅，他会喷一个就是那个飞天眼睛过去，很猛哎各位。对啊，飞天眼睛，各位来啦，哟呼！而且它这边是绿色的耶，哎、欸，这只很哇，会很想要哎。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纳尼的造型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们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是新的耶。因为我记得他之前好像喷的是不是这个哎，超帅，绿色火焰，还是这个？哦。绿鬼火时间，各位，哦，超帅的，哎、欸，这很猛哎、欸，这很帅哎、欸，啊，可是买了这个的话，就没办法买那个，就没办法买那个谁啊，没办法买那个就是那个德拉古了，但好帅哦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耶，我的天啊，而且我是刚好可以买哎，还是放弃德拉古了，各位，你们觉得呢？有没有放弃德拉古了吗？啊，哇，尴尬了，又是一波，好不好？又是一波思考时间了，各位。好，这把的话，今天来玩一下我们的纳尼好了。哎、欸，这纳尼这造型超帅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呦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其实我们纳尼已经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造型了。对啊，哦，可是那个真的好帅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吧。再说吧，各位，还是你们会推荐哲明买什么呢？也可以在下面跟人分享一下啊、哦。没有问题，包师真多赞，快买几嘞！好，我们就在后面一起帮忙射击就好了哦。做一个这个远工具，瞄准，喷起来，喷起来。哎呀，喷火女郎。哦，有喷到了！超虫大师，哎、欸，我还可以把它炸回来耶！哦，原来这是要这样玩的呀，就是你可以把它从后面炸回来，把它炸往前哎，有没有？因为你这个东西尽量要绕背，绕背才可以就是炸比较好这样子。哦，流改啊，流改啊！
是这样，拿路后斗来了，超虫大师，你看绕后面把它往前炸，有没有？炸到那个队友能够打到的地方，看起来就是要这样子啊，看起来是要这样。OK， 我靠，完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边应该是吃饱吃爽，好不好？完美完美，我们这边很会烧，烧烂烧烂。哦呦，这样就不行了。我靠，完了！好险我把它带回来啊，各位。对，好险我把它带回来，不然就惨。超虫大师，炸飞啊！你有一个前炸跟后炸的选择啊。可以把别人往前炸回来，跟把别人炸回去，感觉纳尼可以专精一下，应该蛮嗨的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完了，这控的好的话，就是把别人炸回来，然后方便你就是队友来做一波狙杀这样的感觉。拜拜哦，各位，呦呼，再来一局，各位。哇，可是那个幽灵造型确实真的是。足足让哲平有点心动动的感觉啊，对啊，幽灵造型感觉就很不赖耶，怎么办？很想要呢，来来来，呦呼！而且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纳尼这只角色，就他如果打得好的话，其实真的还蛮强。但是这个瞄准堪忧啊，各位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出去了、欸。这边是来势汹汹火焰、欸，哦 ，nice！ 我靠，哎、欸，我是战犯啊！哦，哦哟，哎、欸，我刚刚一个人杀两个、欸，哎，很努力的把他们那个了，那后面没有成功，那个没有成功用我的那个炮弹打死人。好，这个哇，这真的很干扰哎，我们没有人出得去哎，各位，那果然还是得要靠依靠艾德加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对啊，感觉还是得依靠艾德加哎，各位你们怎么看？有了有了。超虫大师，干！完了，我的超虫之旅没了。我靠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们这整队好像没有那种可以那个哎、欸，妈全部都被那个都被乱枪打死哎、欸，这边这太恶了，我天，哦哟，还超级缓速，完蛋，没啦各位，完了。这个有时候选择队伍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啊，各位。啊哦，再来一把，各位，继续走起。哇，那没有人要跟我一把吗？还有人要跟我一把吗？会不会没有人了？看起来很像没有人哦。来吧，各位。啦啦啦啦！走起走起！呦呼！晚点开，这个时候这样就打到了。打完了，被打到了！哇靠！逼！哇靠！没完全没准头哎、欸。我也没准头哎、欸，我靠！可是我们啊，完了！啊，完了！不是啊，上去吃啊，老哥！啊！为什么我不啊？
去吃的吗？虽然他那个时候也是成型，他要爆炸，但是不拼一下吗？完了，我们的铁轨架好了，要火车嘟嘟嘟了没？老哥，完了，你再不飞就要没了！我操，你铁轨不都架好了吗？嘟嘟啊！啊，怎么是？欸，怎么是碧儿在飞啊？啊，火车嘟嘟嘞！火车嘟嘟怎么没有在飞？我的天！哎，干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！快快喷 ！Nice， 回来，回来！哎，我没有怎样哦，我只是在认真打而已。哎呦，很可惜耶，他刚刚那边有瞬间把东西拉回来，但是后面没有走回来啊，各位。那正常来说应该要留一个铁轨道留到自己那边，对不对？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基本上看到这个超帅这个造型呢，梦魇骑士哎，你们会想买吗？这边真的是超想买的哇，但是就要做一波割舍哎，怎么办？你们认为呢？要不要买这个呢？还是德拉古呢？啊哦。